我摸摸看我是不是个行李箱。哇哇，啊，这是谁帮你收拾的呀？就是我走的时候我妈忘记了。这是啥呀？半箱子都是零食吗？对，都是我喜欢吃的零食。你给我们看看都有几种呀？这是巧克力，然后是我喜欢吃的薯片，然后就是我喜欢吃的小黄鱼，然后还有咖啡，还有早上起来喝的枸杞，还有核桃，吃老的，然后剩下的还有奶，对。妈妈说的吗？谢谢妈妈，然后我一定会在学校好好学习的。